但有时候呢，我们身边啊有这样的一种人，他们常常与别人不同，造型千变万化，风格呢也是变幻莫测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只以雷翻众人为标准。那像国外呢有这个 Lady Gaga， 那么国内呢，没错，我说的就是龚琳娜。李小龙黄色连体战袍，双截棍的哼哼哈嘿，再加公式神曲唱腔，没错，你们看到的就是此三者混搭后的产物。看着到位的眼神，灵活的眉毛，极具特色的肢体动作，各位有没有一种五味杂陈的感觉？不得不说，别管什么歌，龚琳娜总是能唱出自己的味道。来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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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呀、哎